か。そうだ。だ。啊，这样。阿富，这车你的，阿富。阿富。知道。他说我们今天工位上呢啊还是满啊，对，这两天比较忙，这边这台丰田的阿尔法呢已经清洗完了，下一步就开始进施工的工位开始贴膜啊，对，但他不急，他不急，今天来一台呢比较急的车，理想的 L9， 这个车呢看是22年11月份出产的，到现在才一年半时间啊。然后我加这个车主呢是去年23年的年底了，然后他当时加我呢就发过来一张他车的照片，是我、哦、现在这个印子还在啊，可以看到这上面呢刮蹭的啊，刮蹭的一个印子，这面应该还有这里啊，应该还有这里。然后呢他问我这个关于理赔的问题，因为是对方的责任嘛。对，我呢平时每天呢都会接触到很多贴过的车型，这些车主发过来的，哎，这个刮蹭了怎么处理啊，怎么样的哈，所以我默认为他这台车呢之前是我们这边贴的啊，所以呢我就告诉他，哎，这边两个面大概跟保险公司报多少钱，对吧，然后呢他又说对方想要私聊多少钱，对吧，然后我就全程去跟他讲了啊。对，后来呢我才知道他这个车不是我这边贴的啊，可能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啊，车主可能心理上觉得我是个好人吧，应该是啊，因为正常不是我这边贴的，我们也没有这个义务去做这个服务啊。但是真的我们每天接触到很多的客户问我们这种问题嘛啊，能帮就帮啊，能帮就帮，所以说这不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件好事嘛啊。看现在车主呢全车要来贴膜了吧，对吧，所以说平时我们要多干好事啊，多干好事。声音轻一点啊。对，这个米色的座椅还是很容易脏，很容易脏。后面后座这里比前面还脏，所以说后排呢可能带娃比较多。对，因为理想 L9 嘛，肯定是奶爸车，奶爸车啊。然后呢，当时在讲这个保险理赔的时候，我肯定会问对方，这个车衣当时贴了多少钱，对吧，因为保险公司肯定要核价的嘛。对，什么时候贴的，然后有没有凭证啊，贴的车衣是多少钱呢、啊、然后是什么品牌的、啊、对吧，种种问题我肯定也会跟他去沟通嘛，因为保险那边要我帮他去对接。最后呢他是应该是私了了，私了应该，你看现在到现在还没弄。当时呢他说应该是身边朋友介绍吧，让他去网上买，然后他说是买了什么圣科啊，应该说是圣科，然后才5000块钱，才5000块钱的车衣。对，然后呢应该是网上指定的一家门店去贴的。我说我了解的圣科怎么跟你买到的圣科不一样，我了解到圣科我贴一车肯定是上10000了，对吧，肯定是10000多了。你说你买到5000，然后呢还带施工，对吧，那得是什么膜。所以我就了解到他全车当时就贴了5000块钱的膜，然后现在贴了才一年半时间，然后他就决定全车给他换掉了。对，目前呢车是还没洗哈，我知道的这一面是刮蹭的，这里还有这里是膜也是破损啊，这里也是刮擦了，但是贴这种就直接分上啊，这里一般我们都是给它拆开，包括这个雷达口直接就封上。这里当时全是手裁的，可以看到手裁的还裁的不是很准。这边呢又是刮蹭的，应该是没有伤到漆。这边，哎，这毛摸有点薄，哎，这么薄，这个非常的薄。反正现在呢整体的状态客户已经是觉得不满意了，或者已经达到他想要换的一个标准了吧，应该是。所以说整车趁这次机会呢给他换掉。哦，3W 的脚垫，这张是白的，那张是黑的，那张肯定这里呢就可以断定客户一个娃。就车衣这个产品的属性呢，后续肯定会有磕磕碰碰的啊，你到网上买来，然后呢
到一家指定的店去施工，他无非赚的是一个施工费啊，他后续的售后这些东西不归他管，还是要到网上去找。那网上呢，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洗牌吧啊，网上的可能去年网上买来，今年那家店已经关了，太多太多了啊。所以呢，大家贴车衣，你不管你买来再怎么便宜，但是呢，你一定是找一家实体的门店去做服务，因为实体门店包括我们一样的，我们报的价格肯定是包含了后续的售后服务这一块的啊。就是你到网上买来可能就会不包含所以呢可能价格会比实体的门店再偏低一些。反正呢就是大家在贴车衣的时候啊，不管你是哪里买的，一定是找一家能给你提供后续服务售后的店去施工去装贴。